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多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79面，那对于第一行看起啊。第一行看起，佛者低智者，如来悉智悉见也。观经曰：诸佛如来是法界心，一切啊入一切众生心相中。是以人心有佛心，无好离苦干啊，无好离苦干戒。我感应道高不可思议。头前咱学到这个所在。这个概念对咱学佛的特别是修净土的同学来讲，非常的重要啊！这是啊，净地净见，就是说明了无丢。佛法讲的变法界虚空界，确实是一体。研究国师的梵观观来对的人讲，无论是精神现象或者是物质现象，伊拢是非常快速，咧震动。伊是一个波动的现象，这个现象伫在身高内面，甲伊称作无始无明。哎，怎样？诸性真心是不动的。无这种现象，咱称这种现象是自然现象。对于自然现象，变现做精神现象，有受想行识。对精神现象，这个演变出物质现象，这是大乘教内面称作阿赖耶的三世相。阿赖耶其实就是咱现前的宇宙，三世相就在咱的眼前，但是咱的目睭会看到未？主意讲看未到，啥人个目睭会看得到真相呢？看到阿赖耶三世相呢？佛的目睭啊，大乘法相为实中，会当讲是。大乘内面的心理学家，咱的目睭亲像摄像机同款，镜头拍开，外面的景观啊，摄在的这个摄像机的底部，
无大小分别。那那目睭这个镜头无真大啊，卡卡实实，伊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影像啊，是伫这屏幕顶面。第六意识即是啊，分别；第七识是执着。其实最上伊并无执着外面的境界，因为六识甲七识啊是伫内面。伊个分别执着完全是第六识的屏幕，伊啊无办法接触到外面的境界，啊，外面境界是阿赖耶的三世相。五十一的心数，那就更加低了。是因的四分、见分、相分啊、主正分啊、正主正分，哎呀、啊，拢是对前六色啊，那讲前面六色，那你必须是心意。我嘛是对伊遐接收的信息，传播伫第六意识，传播伫第七识，传播伫阿赖耶识。只有下识用功的人，看到阿赖耶的真相。那那现在拢是假，拢唔是真呢？这个事实真相，那是从清楚、从明白，你就了解了。完全那是咱生活伫咧浮凡之中，无办法接触到真实。只有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《华严经》内面无按教初住以上。因接触到真相了，接触到真相，迄就是啊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所以十宝庄严土并无离开咱，就那像咱啊，伫这个摄影片内底，外面景象看袂到，但是咱对镜头顶面传播外面的这个境界。那你房间的内底全部拢看到了，是这款的一种情形啊！啊，咱这个分别妄想执着，拢嘛是伫屏幕顶面，绝对唔是伫事实。这伫以前咱咧学华严讲过真侪摆咯，嘛讲啊真清楚。啊，是的，啊，这种的联系像这个网络同款，你看八个色啊，都是八个这个屏幕，五十一的心数都是五十一的屏幕，其实五十一是归纳的，点开的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主他是会当交换，就是像现在网络同款，对咱的网络会当收看到别人的，别人会当传播给我，会当啊互相交换，互相来传播，变化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信息你传播拢收到了，一刹那就是时间呐、啊。太紧了，这个收到了后，这三种的现象啊，拢嘛是有咧变化呀。梵文观顶面啊，甲咱讲啊，出生无尽啊，这现象就亲像万花筒同款。啊，只有真正有定功的人，伊知影
凡所想皆是浮梦，伊有能力未收到外面境界干扰，这是发心菩萨啦。心法界内面的菩萨佛拢嘛无办法啦，因为因也是用阿赖耶甲咱共款，只是用较纯净，那咱用了偏狭咯，这就错咯，咱用错咯，所以讲是用错了心。噶伦理道德因果啊，上违背，那就错了。伦理道德因果是正的，所以宗教经典里面所讲的是正法啦。中国古圣先贤所解啊是正法啦。人爱相信净化，啊，依照净化来生活、来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有了一片的祥和啊，什么灾难都拢无啊。用错、用邪、用偏呢，小灾难呢，都是家己的疾病、死亡，这是小灾难。大灾难就是地球的这些啊灾变啊，地动海啸，飓风，黑山爆发之类的，所以是贪嗔痴慢所引发的啊。佛教导人焚烧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最后风的灾就无了。所以贪嗔痴是所有疾病的根源，是一切灾难的祸害啊，祸源。古早时阵有遮个大圣大贤教化众生，现在无咯。为什么遮个圣贤现在唔来呢？现在人唔相信啊！你来个教，因难相信，也会讲你是迷信，也会羞辱你。诸佛菩萨示现的世间，应机施教，灵验回向佛功啊真好，伊来到世间是随众生心应所力量，随心应量。这丝毫都无勉强啊！经过有条的正常理事因果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帮助你干我，干我了后，你个你家己错我修正过来，你就正果了。这个阶段叫做修行，也是行为啊。起心动念是伊的行为，
言语是靠行为，做作是新的行为，行为错误了，必就是该修正啊，这叫修行啊。修行是修正咱的错误的行为，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是性德。自性本来有的善德善能，还依据这个在佛法里面讲，我改十善啊，是是性德啊。在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啊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在圣贤的教诲，那有理由相信，决定是超过一万年。印度婆罗门教有一万三千多年的历史，咱啊相信中国圣贤传落来的教育，袂伫伊下面啊。只是迄个时阵无文理，中国文理的发明是伫黄帝时代，距离咱现在四千五百年。孔子讲得真好啊，咱相信这个读书人是圣贤人，绝对未讲妄语，未骗人。人诚实糊涂，伊的话是会当相信啊。伊家己讲，伊这一生视力不足，心力糊过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辅助伊老大人一生所学、所修、所教、所传的，都不是伊家己的，是古圣先贤的。以前一代一代传落来，无文字记载，伊迄时阵有文字咯，甲古人才会传说，用文字甲写落来，流传予后世啊。所以何人啊，称伊是集大成者，称伊为大圣至圣贤师，集古今之大成，毋是家己的。伊相信古人，伊真爱古人者的教诲。对于这两句话，让咱想起《论语》里面所讲的这物件，伊老大人讲的，真可能啊，拢嘛是啊，一万多年前啊，祖先传落来的，祖先的教诲非常简单明了，得要也好记啊。无文理，你一定记会条，就是五伦五句话：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子有义，忠有恕，朋友有信。我想传十万年也未讲错啊，太简单咯。我想就个简单的五字。仁义礼智信，四维就是四字，礼义廉耻，八德是八字，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。这是孔夫子记录传到咱现代，性德啊，
中国人伫过去世世代代，一直到万千万年，民国初年，拢也阁遵守这些道德。只是到个民国，就无讲这些咯，无阁提起咯。渐渐大家拢袂记哩咯。现在讲到这物件，伫国内真侪人啊，感觉非常的生分啦。前几年咱伫汤池小镇做实验，只做一个地主鬼的实验。当地人民拢感觉非常着惊，咱的祖先哪有这么好的物件呢？为什么咱唔知影呢？展开教学三四个月，这个小镇就起了180度的变化，人的良心唤醒了，我们深深感觉到祖先所讲的人性本善啊，先是真恶啊，是己啊，你本来是仙啊，你是个仙啊，没咯，把仙没咯，仙啊淡掉了，恶就会起来啊，个仙扯回来啊，恶立刻就消毒了，就化解了。汤池啊，三年的实验，我得到结论是两句话：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，真正。第二句话，人民是真正好教呀。而且以前我办这件代志呢，总以为都要两年到三年才会看到效果，无想到讲三四个月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！咱这老师拢啊，会真正惊到咯。中国大陆前司法部长高强烈先生，在咱中心住半个月。伊甲当地书记讲，拄好我迄天在做啊，我就听到伊老大人讲的，汤池经验会当救中国啊。这是真的啊。所以有人问我，国家拄着灾难，咱要去问啥人？这是伫个福海拯救危机内面，陈大辉先生提出来，我甲伊讲，我讲你甲看，三岁囡仔，伊着拄着困难，伊去找啥人？肯定去找因老爸母啊！伊袂去找别人啊！咱今仔日国家社会拄着困难，要找啥人？找咱的祖先啦、啊！所以咱解决啦、啊，咱祖先无伫咧咯，祖先留落来，才会啊，不背咧。哎呀，经典内底有啊，有解决的方法啦。如果你该单调，你去外面去找，你找袂到。
一定爱回来找咱的祖先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最辉煌的朝代是唐朝。现在的国际上，咱到真侪国家去旅游啊，看到唐人街。伊为甚唔讲汉人呢？唔讲宋人，伊讲唐人街，这就说明了唐朝的帝国的教育是各个朝代拢未必的啊。这是啊，唐太宗的事业。唐太宗在那去，那顶老爸起义，那是隋炀帝末年的腐败，人民太艰苦了。所以反抗政府的人就真多。唐太宗的背景也是其中的之一。过六年的时间，甲动乱平定，社会嘛安定啊。建立唐朝的政权啊，伊老爸就是啊，唐高祖。老爸继承了后，伊继承王位就是唐太宗。迄年才27岁，这里少年啊，想讲要按怎来甲国家治好，和人民拢会当过着幸福的生活。一个少年读书无多，伊知影去找老祖先。派卫丁领导一个小组，小组的成员都是啊，当时的大儒，中国留落来，祖先留落来典籍、经书、注解，这四大类太丰富了。你都会读起呢？哪有遐侪时间去读呢？这下令给卫丁，希望卫丁退役啊，收集这呀典籍里面有关修身啊、治家治国啊、平天下呀、这文理啊，伊拢需要。你去主来，再去找个伊啊，抄出来，上来给伊看。因伫大量图书内面，这就那是五种啊：经、书、注、集都不爱了，集是文学，伊不爱看。那是五种内面有伊啊，需要的抄出来。编这一部书叫做啊《群书纪要》，群是真多，一大群的在典籍里底修身、治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最重要的这啊文献。
分量无做，总共50,000里。这无做成功了后，唐太宗逐天读伊啊，受不习惯啦。皇宫大臣五品官以上，拢总嘛爱学，这都是大唐清史啊所挖苦的这个啊祖宗的教诲啊。最厉害，伊知影找祖宗，祖先的精髓，伊拢有读到了。所以咱了解啊，就咱祖先的一些物件。来救中国，而且会救全世界，会救全世界，不是我讲的，是英国天文秘博士讲的。第20世纪70年代，天文秘博士讲唔过啊，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。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，这英国人讲的啊，中国祖先的智慧啊，中国老祖先的修心啊，这家帝国冰天海理念方法经验成果，成果是证明啊！你真正照做，真正是太平盛世现前。非常的可惜，就是军书之后，这本书当掉亡了后，这书就无去咯，失传咯。所以啊，宋元明清。都没看到这东西，乾隆皇帝替位把王位高分后生他做太上皇，中国的历史上真正做太上皇就是一个而后生嘉庆，嘉庆皇帝登基，日本人送伊啊一份啊礼物，礼物内底有一部军书提要，哎，这才发现啦。所以军书提要这部书对日本佫传转来中国来咯。民国初年迄时阵啊，传来到中国来，我看的书本内底所写的啊，无超过10套，分量太少了。这些人也无多啊，看起人够较少了。哇，知影有这款代志，有这部书，我无看过。所以心内常常在想啊，10几年前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呐，四库全书印出来咯，世界书局将四库会要印出来了。这是两国两个国宝啊，我欢喜啊，为什么会失传咯？有这么多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啊，大学图书馆收藏，这个书就不会失传了。我感觉武汉的欣慰，哇，这么多戏咯，
那时阵我60多岁，将近70岁咯。读书无时间咯，我买只会煮，非要。前后总共买了将近60套，分送予国内大学的图书馆。全书只买了一套啊，最后一套伊无咯。现在啊，放伫一个讲堂，恁会当去看。可是前年呢，因搁再发心，搁再办呐，啊。这好的机会啊！再办啊，我就买100套，都好有这个动手送一笔钱给我，希望我这笔钱啊，用在这个教育事业的。我就把这笔钱买100套。书和传书，书店对我非常的友好，得花价钱买较多，一套美金50000块，伊送我这笔钱是500万美金，都好啊，买100套，所以注意东西爱记哩，我袂甲人化缘，我无希望人提钱给我。这款好事有肯发心的人，一个人承担吗？话修言话感慨的啊，一款代志袂当做啊。买这个资料后，我就在想，要安怎把资料内重要好物件，把揭露出来，那另外去编一册，这就方便咯。哇，无这时间，我嘛去找人啊，甲唐太宗想法完全同款。我伫国内找一寡大学教授，咱就用了5-6万的人民币来请因啊，因退休咯，退休这老教授，甲我选只个做出来咯，无讲真理想。所以啊，我就想讲唐太宗这部书，结果想到了，没想到民国的初年啊，商务印书馆的军书第二印2摆，啊，都、就是这个军书第二，一摆是原本日本的原本，另外一摆因白印呢，在总书执行的内面。啊，版本个万语文课完全是同款，是真正无容易啊！民国初年呢，我今年85岁咯。另外以前我拢还未出世咧，近年。我刚开始讲到有真侪东西听到，但系推我4月去留意去查，查了2部，2种的版本拢查到了。哇，交予世界书局，世界书局是老朋友咯，请伊叫原版来影印。我讲，我给你买10000套，这个都印好了，最近寄一套来给我看。分量呢，也还是太大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是不是在这内底搁选啊？360单，每一小单，一天一单。360单，
而且是360句，一讲一句，变成本碎本册，会当放个落地下来对。嘛，提出这个啊，咱有响应的同学，今日传这个信息给我啊，这个工作啊开始咯，是个。23号啊，第一轮的筛选啊结束咯，就是完满咯。4月30号啊，第二轮的筛选啊，5月15号就是啊定稿咯，会当送给我看，安尼就准备来印咯。如果6月、7月时阵就会使开始翻译英文，我相信今年年底英文本就会当出来。也能对全世界来流通，这个工作呢，在经费顶面我拢有够压咯。希望大家啊听到这话，心欢喜心就好咯，唔免出钱给我，唔免提钱给我。如果有人咧讲啊，我做这个代志啊需要钱，啊恁大家啊捐钱，嘿，唔是捐给我，是捐给伊啊，伊拢收起咯。我的话啊，先讲清楚，讲明白。我未去甲任何人去讨钱。我若真正要甲人讨钱的时阵，我会去找企业的头家。我需要1000万，赶紧提来给我。一个人就好，我未去找两个人。这委员伊做啊，伊的功德啊，我介绍好伊啊。因为这几年来，以前啊，咱的宗教局业局长就有甲我讲，国内有一挂人啊，提着我这个名义啊，四界啊去咧化缘。伊讲啊，这是非法的，这个代志你拢唔知影哦。我讲，我是真正唔知影。啊，伊讲这是这个国家来处理这代志，我讲太好咯。我们真感谢咱这个政府啊，所以诸位同学一定爱会记得啊，提着我的名义伫外面去化缘，我完全拢唔知影。这个代志我做，我也常常讲，知影人真多，我咧做一款代志，资金一点啊都未欠款，我一生无甲人伸手去讨钱。85岁咯，佮家人提钱，成甚物话咧？哪有这种道理咧？所以将来出来了，欢迎大家来欢迎，也免寄钱，我无管这代志，这主无办管咧。欢迎欢迎啦、啊，流通。啊，这个地就得特别个，大家姓名，这些拢是好事啊。经典嘛是安尼生啊，啊，咱都有无量寿经，有宣读的，就是这重要的这个开始。我已经宣了。其实划掉第正宗同学修行修集来对伍分量太多记不掉了，最重要这个句就要会记的，亲像诸佛如来是发戒心，你一切众生心胸中，这个啊重要啊！佛地都维护在咱的心内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啊做佛。观经里面讲的啊，是心是佛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就佛如来是发戒心，
立于财众生心相中，那现在念佛就是啊，是心作佛啦。这句都是啊，是心是佛。啊，能够听法愿求生净土，念阿弥陀佛，是心作佛啦。那未成就的道理呢？所以众生心，咱家己的心，跟佛心是同一个心，那有差别啦。所以感应都高啊，不可思议。起心动念，一切诸如来拢总都嘛知影。经文里呢，佛者第一句故住比丘，是王子顶何当作佛？释迦牟尼佛定有甲因受记啊。头前甲你讲出来，后面这段呢啊，这段是啊，说明因果啊。说明人无死，说明轮回是真呀，不是假呀。你看经上所讲的，比如见世诸菩萨多，就是啊，阿小王子这个人，不是啊，这一生修行，生生世世啊，会去拄着佛啦，听佛讲经说法，是这是偌大的福报啊！我连去拄着佛，迄拢是啊。无量劫前的因缘啊，那无你来去度掉呢？无数劫来共用四百亿佛啦，咱想看卖，伊善根福报有偌大呢？我都转过来看咱家己，咱啊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，今仔日会去拄着无量寿经，会听到佛经上讲的这些话，啊，咱如果唔是讲真是诸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。唔知偌济佛，那敢会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呢？唔通看唔起家己呀！阿孝王做一做一教，咱拢会做一教啊！两路的这地咧，更面难。应该都爱亲像阿小王子这下人共款的文化欢喜呀，甲这个经内面所讲的这事，你拢创清楚，拢创明白咯。家己深信不疑啊，尤其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，法门无比殊胜，第一啦、啊、无上的大法，
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咱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内，心内牵肠挂肚的东西拢总把放下，起心动念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内拢有阿弥陀佛。咱那这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记阿弥陀佛，成佛道成功了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别去想，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没事情，跟我们不相干。那要想的，是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然后我劝你大声成就家己，家己无成就，你袂当帮助别人啊。家己成就最快速、最稳当，不过有往生净土，真君弥陀，你真紧就会成就啊！头前咱伫个48愿的内面，20愿读过了。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讲是凡心动意土下下边往生，改做阿维越地菩萨，这不得了了。阿维越地菩萨是发心菩萨呢，在中国大乘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还是阿维瓦地菩萨啦，所以啊，咱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去到迄所在去，咱的智慧神通道力，都会甲阿弥陀佛差不多咯。会当讲甲释迦牟尼佛、甲慧能大师就平等咯。因为因是阿维瓦地菩萨，咱才有能力，才有智慧，才有方法，才有经验，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。这是你啊，真正有大慈悲心。救苦啊，救难啊，唯一会当啊实践的途径，你是不能错过咯。到极乐世界去的时间是愈近愈好，为什么早去早来啊？都真正去做。真正会满足你的大愿，你看下面讲的这些人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，恰恰佛时，毕竟为我弟子，这我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个时阵，把地给释迦牟尼佛。修下佛法，伊那里个拄着咯？释迦牟尼佛的即地示现成佛，即个啊，过去的老学生啊，佫拄着咯，伊来供养啊，今供养我佛上帝呀。这毋是即世啊。这段经文里面讲真多真多的事，也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法。哇，这句话讲生生世世，伊无迷惑颠倒啊！
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代志啊！啊，由此怎样？阿小王注意那修行的功夫，不是啊，顶寒之辈啊！不是三个阿拉含以上，那会当啊做到不退转呢？世尊成佛，伊敢会当去参加法会做影响众呢？帮助佛教化众生，这是偌年难能可贵的代志啊！这是表万里不可思议啊！学生爱老师啊，感老师的恩啊，生生世世对谁呀、啊？那你这一生当中，对年轻都得这些老师，拢是记起心中的缘分啊。无缘分，你哪会去拄着？无缘分，你哪会晓呢？所以，荷兰弟就得来反省，我学佛的因缘是甲彭东密先生学天学，彭老师甲佛的缘真深真深。当代的铁学家，伊阿妈是非常偶然的机会，都是景点。哇，迄个时阵好奇，甲伊老大人请教。佛经来贴黑，你对到会学来呢？伊甲我讲，空间时期就是离出大阵的时期，伊伫中央大学的教书，有一段时间伊咧破病，有朋友介绍。这个峨眉山风景真好，环境啊非常优雅，迄、那个所在永平是最好的所在，哎，伊就去了。伫峨眉山永平住了三个月的。山顶，迄、那个时阵无资讯，报纸杂志都拢无，也无电话。山顶啊，只有佛经。读书人无代志做啊，就看佛经，啊，一日就看入去咯。愈看愈欢喜啊！从此以后，无一天无读经。台湾第一次欢迎日本办理学宗，这个消息我知影，
我甲问老师讲，老师讲真正啊，真正是真的啊。伊到第二天就去订一波。我阿妈买一部，研究佛经这部的属中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伊内面古人的注解真多啊，看古代的注解就在啊万历属中，大正中修的经多啊，注解真少。你爱看古代的注解，万历属中。啊，老师，拄着我了后，大概两三年。伊伫学校内面开课，专开佛经。即大概伫大学内底头一摆啊，啊，可能只有一摆尔。讲大单元啦，伫台湾大学每年大概啊二十年的款。讲大乘佛学、随堂佛学。归真佛学，对代代啊，退休了后，福林大学请伊去啊，伫福林大学讲华严特学。每年的时间所开的课程，拢嘛是佛学。啊，伊七十九岁。王生的死太早了，伊那是过活十年，对于台湾的佛教界影响就太大了。都是对有大乘传播拢接受，伊也都走了，非常的可惜啦。我第一个时阵，伊才四十几岁。迄个时阵对于佛法无完全接受，伊只人啊爱的一部分，就是佛经讲铁学啊讲较多。伊佫甲我讲，佛家内对一半都是啊固定铁学，一半是迷信啦。没钱去包婚的，免去学呀。学伊的性宗、三轮宗、禅宗、个法相唯一色宗、天台个华严啊，伊嘛是非常的欢喜呀、啊。特别甲《华严经》介绍给我，甲晚年的时阵，未过讲佛教内都有迷信的部分咯。原来认为是迷信的部分，拢嘛是了不起的学术啦，全部拢接受咯。真难得啊！伊老大人嘛皈依，正式受三皈，拜恭亲老和尚为师。变成为真正的佛门弟子，这不是迷信啦、啊！真正创清楚，真正创明白了。我对佛法嘛是安尼啊，无甲伊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我是袂相信的啊。
这个公司性的关系啊，跟佛的关系，金本东密先生跟佛的关系，不是过去心中有侵害的根基，哪有可能呢？不可能的代志啊！哇，跟伊老大人伊结如果。这对不是五年的，我的佛门是一接引的，那无伊我袂当生起信心，啊，张家大师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这那是五年的，他有一本佛珠叫我念释迦破、释迦弘基、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唐朝时阵的人编的啊，但总经内底有啊，甲我讲，你要学佛，你对释迦牟尼佛来认识。你若无认识伊，释迦牟尼佛真正物件，你都学袂着。你必须要认识伊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是咱最后的榜样啊！学儒爱学孔明，孔明是好模样；学道爱学老庄，典型伫迄所在啊，哪会错呢？所以这段经文内底是讲这个关系，生生世世，唔是啊，一生一世。啊，咱敬爱老师，尊重老师。啊，所以教会咱常常爱记，时时刻刻爱甲遮个教会落实伫生活，落实伫工作，落实伫咧处处待人接物啦，真正会得到受用。我刚去学佛六十年了，刚经教学五十三年，我无道场，故无定所，一生过着游牧的生活，都有缘，都会来去啊。这个道场，恁同学知影？是甲恁五二八建立的，是强用恁的啊！希望恁会当啊，真正的依照佛所说的去做啊，应该得定，一定开会，恁成功咯。该必须是三个军，如识到的三个军，你用一个一年两年时间给它做到，你就啊具备圣贤的基础咯，具备啊学佛的基础咯，你有资格成菩萨成佛，你有资格成为啊孔明老庄。不是做未到的，十年的时间都有啊，相当可观的成就啊。
你看到中国东北老素魂技术，伊是55岁才闻到佛法，65岁成就了，10年啊！正是古人所讲的“十载寒窗一句成名”。伊啊，真正听经听有了，听明白了，发心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。伊10年当中，就听一部啊《无量寿经》，听功德啊。我问伊讲，《无量寿经》我讲过10遍。你听的是多一遍，伊嘛唔知呀。伊甲正贤甲我讲是早年啊，伫这个精美图书馆讲的。那就是第二遍啊，第三遍款了，真早。迄个时阵。是用录音带录音，无为面录音诶。以后这套录音带做成现在光碟 CD， 伊摕到这套光碟，一天听一片，一小时，一小时听10遍，就是一天听经10小时，10年无中断，一部经听完。对头过来，每天一小时重复10遍，当时分修一门深入，已做到了。除了听经以外，伊就念阿弥陀佛，心地清净，一点不念，人非常老实啊。现在在外面讲经教学，人问伊讲：“你是安怎有成功的？”伊讲6字，伊一生的成就都靠这6字：第一个老实，第二个听话，第三个是认真来做。这6字不是讲伊独有的，古今中外。诸佛菩萨拢嘛是这6字成就的。你一生未当成就，换一句话讲，你无老实啊，你无听话，你唔肯认真做，你这一生空过了。伊个甲这6字甲掠条的无放松啊！10年成就了，虽然只学了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真正是非常的熟了。听伊讲白的经典，讲到头头是道啊！这是什么呢？这精通一切精通。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当中的第一经，也算丢了。而这部经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，为什么你敢看吗？这一尊在这经内都有介绍的。十方佛赞啊，所以本弥陀经您看到了方佛赞，无一尊佛无赞叹极乐世界，无一尊佛无赞叹阿弥陀佛的啊。这个经上啊，世尊跟咱讲，诸佛对伊的赞叹，释迦牟尼佛来代表赞叹伊是啊
公中极尊和中之王啊，三经太重要了。我头一摆讲华严，民国六十年。一个时阵，常常伫海外弘法，当然台湾就继续接落讲，我会记得讲十几年啊，八十华严啊讲了一半，四十华严嘛是讲一半，忽然间有一天。我就想到讲，文殊普贤是学什么法门成就呢？现在同住学是什么法门？因后面无讲到啊，我就去后面掀去看，看到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，文殊普贤。拢是法愿求生净土啊！啊，各家看五十三参，现在同住第一个参访的皆上魂比丘，皆上魂比丘修心法门呢，不就三昧啊，专念阿弥陀佛了。现在开始二十一种念佛法门，二十一是密宗里面的表法的呀，是大圆满啦。加十方三世啊，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法，归纳为二十一大类。一切经教拢嘛是念佛法门啊，不可思议啊！现在对于第一个先访问，那就是先立为主啊。我看最后第五十三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归结了哦，这完全明了。现在同住。贴头贴尾都是修这个念佛法门，一心成就。当中五十一位贤弟说，是代表一切法门，一切法门伊拢通达，拢明了，无修只修念佛。其他的听听看看就好了。我对这所在叫完全啊，死心塌地修净土。以前啊，只是对净土未拜贴，无反对，但是啊，无什么大兴趣，对伊无认识，无了解啊。所以我的净土法门呢，是华严或华灵严，带我过来啊。楞严经里面二十五愿通章，观音四字，我明白了。中家大师的早年啊，甲我讲，佛法自然行义啊，行真正无困难，地太难了。但是你不地，你的信心啊，都生未起来啊。你观发不出来啊，所以地比意思都爱啊通解啊，然后咱才会了解，才会去体会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了四十九年，
是啊，帮助这些中上群星的同学转移信心，目的在这地啊，信心真心咯，愿真发咯，就真容易咯，一点也无困难啊。老少混合做些好模样啊，也有信心吗？越坚持，十年未变啊。一部经，一天听十遍，啊，这是现身说法啦，甲咱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！哎，怎样？以55岁开始，65岁成功咯。啊，咱学院的这些同学，应该差不多也拢是到这年龄了，接近50了。也会付啊！你拿学老少分来讲，好花十年伫这所在，你成就咯，你才对得起这个道场，你才对得起十方的供养。今仔日这款的修学道场，大概伫全世界可能也只有这个尔。啊！恁伫遮自由自在，无任何约束啊！啊，咱这种做法是学释迦牟尼佛呢，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大家拢不是乞丐啊，修定还我。咱这些同学也是烦心，也是自私自利，也是名闻利用，烦恼习气无放下，迄未成就，未成就，来生就是三途啊！往生极乐世界机会啊，都无真大咯。这是咱一定爱知影。现在听到这部经，这部经的这地是四讲，已经是超过啊600多小时了。这部经讲完，我估计1200小时。我希望在这地加多一段时间。因为这地人每天都可以说4小时。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春天，这个经就可以说完，这是人大事咯。大家真正会把这个老少分讲的这六字给抓掉的，听话不是听我的话，我的话你不相信，你哪相信啊？老早就成功了，听佛弟啊经典上讲的话。咱大家是同学，咱的老师是诸佛菩萨啦。认真正做，就会讲真有成就。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愈来愈多，愈来愈严重，
真正合群的人心是定的，未受外面境界干扰。地啊，住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是福地啊。所以，一个人要有信心，要有愿力。信心、愿力不可思议啊！我现以十大愿望都归结了。弥陀以四十八愿接引众生，正宗是普贤法门。这是每一摆啦，讲到这经，拢会向大家心中的定中介绍。这部经的第二品得尊普贤，如释陀三个君，你若是未再问，普贤习惯做未到。习惯的境界，悠悠性无渐渐呐。无普贤习惯，你啊，都会无条件啦，进入极乐世界啦。这未当唔知影，普贤习惯是华严境界啊。无四十八愿，你甲阿弥陀佛唔是同志啊。良心都有障碍啊，所以咱那边定正宗雕模，雕模靠上本，个扎靠他的经文，就是本经第六品四十八愿。咱来心动佛，愿动佛。暗课咱来采取的经文呢，啊是本经的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啦、啊。一段的经文较长，讲什么呀？讲啊，是讲五戒十善。断恶修善，忏诸业障。咱用这个啊，专修净土啊。经两个真实。一切时一切处，经言现前，会当提起经典内面的教训，帮助你改邪归正，帮助你端正心念，这一生即袂空过啊，决定往生。一切皆乃性缘行为诸牛立定彼岸，爱真心，爱切愿恳切的愿望，爱真行。真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常常讲的，看到大家把阿弥陀佛放在心内，阿弥陀佛以外全部都给放下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啊，你立着人定彼岸啊，彼岸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是故，心安思闻，
修行吉无立愿故先呢、啊。祖师的话呀、啊，修行最吉要的啊，比所在做的都是啊立愿。立愿呢，也依据是正信。你唔相信，我立未起来。真信了后，这愿就生起来了。你看这经文，每一篇。每一段佛菩萨祖师大德可靠不心灌多难，但未当无感恩啊，未当无认真啊。这个世间是假啊，包括家己的身体，无一项你载会去。性原形是载会去的，凭着你的精神切愿独行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往生啊。最后这段共用400亿佛，假设佛时必定为我弟子金供养我福相地啊，然后善根甲因缘之不可少呀。你看《小本弥陀经》讲的，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以啊消善根福德因缘的成彼国啊，甲这个意思是同款。啊，咱的善根福德因缘又少未无少啊！善根是什么呢？善根是灵性、灵界。如果你对这法门有疑惑，你不了解，你善根少了，会当去补足未会当啊？像老师文技术同款。一天听一篇功德，一小时，一小时重复听十遍，这是什么？把善根补起来啊！以善根补足咯。你去问伊讲，往生有把握无？有把握，伊随时能往生啊。所以对这世间彻底放下，什么时阵来去拢会用的啊？也有人想要甲伊学，伊就会当加大几工啊。无人甲伊学，啊，伊就去咯。自是自在啊，好的。是你灵愿灵行，你愿生净土，你啊真念阿弥陀佛，你有福啊！因为也是你在这一生当中的人心文佛法都着净宗啊，又过都着这个回集本，你这个缘太殊胜了。这个缘分真正无容易去拄着，三个条件拢有咯。你若是未当往生，啊，你就是你家己的业障太重咯，烦恼习气太深了。
你要可是低维给欢乐时期。每天的分心，前个福地无够啊，就恶劳所分。在那很短时间和业障消毒啊，都实在一心。这尊马上在说，这是什么处无事不办，把心放在哪里？放在阿弥陀佛。心内无阿弥陀佛，一个胡思乱想，你错了。谁人障碍你？你家己障碍家己啊！谁人破坏你？你家己破坏家己啊！无任何人有这个力量破坏你啊！你要有贪嗔痴，如果贪嗔痴这念头真重，你就哎时时刻刻啊，提出警告啊！贪甲恶轨道相应啊，亲甲地界都相应，痴甲德性都相应。你三个物件，一个是真浓厚来讲，你甲因有缘真深。你要自私自利，你要明文利用。这说明说你对大乘不了解。你的大乘法来对无得到法味啊，无去试到法味，无得到法喜啊。在这长的时间里面，你错过了。你在梦想当中度日子啊，你辜负了释迦牟尼佛，辜负了过去生中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。你还可是在用轮回心在做轮回业，这不可能往生啊。文经福慧四文品法，这阿哥的后面第47品，都算第二品。经文上讲，若不往昔修福慧，无处正法不灵门。净宗无量寿是世尊出世第一的正法。这个条件，你若不是讲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福慧的这个根基啊，你听到这个正法才会生欢喜心，你才肯认真啊去做啊。如果你的福慧那少，这一生拄到拄到不相信啊，遇到一个不愿意往生，这个世界较好。这个所在，大家的流转，啊，极乐世界你无看到啊，你唔相信，这是什么呢？无福慧啊！为什么讲无福慧啊？这个法门你遇到。你这一生会当去做佛，迄都要偌大福报呢？迄有什么智慧呢？所以啊，你唔相信、唔肯学，这是啊正常的啊。大福慧的人，一万人当中难得共有一两个啊。所以你就知影咯，拄着这法门，听着这法门，唔相信，唔愿意往生，
那是正常现象，绝大多数的人啊。李老师当年台中跟我们讲，伊是一家街道长，台中连下一万的连友当中，真正往生只有三五个。百分之三，百分之五，其他都未当往生，什么原因？福慧不足啊！李老师是大德啊，达纲啊，纲经教学，现身说法，做出典范予咱看。看有的人无罪啊，到老年的人真罪啊。真可惜啊！所以认真做，我伫台中十年，李老师伊一本好话。同学当中，真侪人唔知影，伊好坏这本都是伊个秘著本。迄时阵，唔念到这本啦、啊，也未出来。伊在后面，李老师在头前，所以我早年讲过十遍啦，只有最后一遍啦，是参考念落的大境界，头前拢无啊。当时伊李老师秘书讲的。下面两句讲，已经供养诸如来，即令欢喜信出书。已经大福咯，你伫过去生中，你呀见过佛，你供养过佛菩萨。啊，这款的福报确实是啊，无真多。这款的人在这一生当中，以往生就是讲在这个凡生当基础，嘛是上辈往生。啊，上辈往生就自在咯。想要什么时阵来去啊？都会当什么时阵来去？临走的时阵，佛就会来啊接引，无需要人助念，无需要人照顾，家己真正能做主宰咯。这是啊，上不用心，所以伊拄到了，伊真正是欢喜啊。咱用这首记来看老素魂，老素魂过去生中肯定是修大福慧，呀，那无是五年去拄着，伊就会生起这大的信心，伊门深入当时分修十年，未改变。未和境界所转，这就是伊成功的闭关。经我定啊，领悟是经，何能信修这觉慧啊？修言，今是今仔日啊，咱这是啊，念老所讲的啊，啊，咱伫今仔日。啊！在这个时代，会当去拄到啊，这部经啊，
拄着了后灵性会当接受，这也毋是修缘啦。下面就讲咯，皆由于过去生中，会有一佛、二佛、二正啊善根，心有无量佛所正诸善根呀。这位是真的，不是假。如果咱啊过去生中无正这么大的善根，你哪有可能会生起信心呢？啊，对于这点，咱家己的反省，会通体会到，我过去生中是毋是有正个善根呢？是毋是正个福慧啊？啊，今仔日拄到这么稀有的法门，是毋是真正甲伊看作稀有呢？也是该看作平平常常无所谓，平平常常无所谓是无善根福德啊，还是咪唔捌戏啊？这部大众经摆伫面前，遮侪经典，我伫美国迄个时阵有一个同修，现在听讲伫北京。嘛是一个啊，美国公司的代理，伫达拉斯的一个同修啊，问我讲，因为如果伫一切经内面，只温准你选择一部经，你要选择倒一部？我无考虑，也无犹豫，直接了当甲伊讲，我会啊选择。《弥陀经》那些大师的要解，啊，我若不是讲世界上这个所在，这个人请我讲这个经，那个人请我讲那个经，行深众生啊，那是依照我的，我一生都会讲《弥陀经》要解，讲这部经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时阵。无量寿经的回一本，我也未看到啊。这两项物件若看到了，都上较好，两项拢好啊。你若愿意啊，试讲无量寿经。你那原理的略说，哎，就是啊，要解。要解，印光大师赞叹啊，伊讲即使国父再来，甲弥陀经做些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吉祥。赞叹到极处咯。那我这句话讲，要解就是阿弥陀佛家己来讲的啊。啊，这部经，下年纪老技师用十年的时间汇集成功，阿弥陀佛加持呀，汇集个这年完整啊，太难得了。太稀有了，会当也无珍惜，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难拄着了。古业应如阿肖王注定，文经法愿，持六力之德号，立一生之愿海。连转教授东正弥陀呀，这是黄念老劝勉咱的话啊。你讲咱是不是应该亲像阿肖王子同款？听到这个经了后，真发愿，
真正把阿弥陀佛放在心内，会把阿弥陀佛放在心内，这就是一行愿海，一行是一行成佛。下面的这句是帮助有缘的人辗转教修，遇到有缘的同修，我要认真教伊，我教伊真的，唔教伊假。我教伊是真中之真，纯中之纯。啊，万亲平等，传授正法啦。究竟的目标是东正弥陀啊，这都是阿孝王子的愿望。呀，咱伫这个一生的当中，愿意做佛，真想要做佛。那讲要做佛，咱爱做阿弥陀佛，向伊老大人来学习，学习的成就，跟伊老大人是一模一样。同心同德同愿同行，在这世间，你所为的我完全无爱，跟恁无冲突；我所为恁嘛无爱，所以无冲突。大家当和睦相处，你们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用，全部拢合理。哎，这物件，实在跟你讲，你袂当出六道轮回啊！这是六道来对啊！你若想要真正往生，必须把这世间的物件全部下掉。连那亲情都袂当炸去，亲情嘛是啊。烦恼的根啊，有这个物件，这是非常大的拖推啊，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大障碍啊。那障碍你往生，障碍你的正信，障碍你的理解，障碍你的智慧，障碍你的福德。有把害你无一利啊，你留来要创什么呢？心肝内有阿弥陀佛，那就是有把利，你无一害，你为什么选择呢？啊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里。